劲儿，铲了他，铲了。哎，我花2万块买了台国内当时销售100多万的双门大轿跑，这车刚到我朋友店里，咱们现在去接他回家。哎，到了到了，前面好多车的，来，咱车在哪？老板娘，走走走，下去看看，走走走。哈喽啊。多伦多最美女老板娘，20岁，自己创业，非常佩服。久等久等久等啊！我看一下车在哪。我就在这边。我去，这什么东西啊？我操！这美女老板喜欢搞金钱，拿给她布给她看着，我这晃得我眼都不行了。不卖关子，兄弟们，一代战神宝马 M Power M4。我去，这颜色晃到眼都看不见了。哇，真好看呢。确实挺好看的，说真的挺好看的。你把他哥。老板，这车一共几个车主？不会是第九个了，8个车主。好吧，好吧，我说这毛绒的太非主流了，我这贴的全钻，这是，我这开出去被人笑死了。手续啥在哪儿？都在这里。哦，看一下车主证、owner's manual 和保险都在。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个车声浪怎么样？可以啊，我这太爽了吧！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看着路上开这个车，贼羡慕的淌口水。现在2万块钱，圆了一个当年100多万的梦想。哦，那我的牌照吗？这啥东西？这太非主流了吧？这多符合您的，符合我气质吗？行行行，来，我上上吧。好，搞定。恭喜小刘骑自行车。恭喜小刘，当年追他不同意，被他拒绝。谢谢谢谢，那我们先回去了。现在找王哥去把这个台好好准备一下，膜赶快给他撕掉，看看他最速的样子到底什么样。走。那匹最原始、最初的驾驶欲望都被激发出来了，一脚步回大学时代，悲情六哥风无痕，但大刘未到您，当年在同级别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车国内上过100多万，也是因为加拿大二手车便宜才能捡到漏，算是圆了大学时候一个梦吧。王哥，王哥，搞一搞，搞一搞。嗯。闪不闪？2万块钱刚刚买的 M4，我超级喜欢。当年我大学的时候追慕哈尔，知道吗？买这车亮点，就是这个车膜实在太亮，路上人看我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必须撕掉，恢复成原厂最初状态，可以吧？可以，搞一搞，搞一搞。宝马上面怎么是 AMG 标啊？来，哥，四模我来搞，来，你来玩会儿游戏。又是之前说领福利那款游戏，那个门槛太高，已经推掉了。这次这个真的好玩，就是这个三国题材、国战骑马、共振手游，点我左下角详情礼包页，再领上小刘粉丝专属礼包码，搭配个6元手中，平民玩家也能叫板氪金大王，完美体验真三国、真国战，还有零元购福利，这波绝对不亏。哎，这个好像还真的不错啊。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贴了钻，这个铲了他，铲了。哎，这什么玩意儿？我的天，去，这都是钻，来给它抠掉，抠掉，啥东西？哥，这个车我有些想法，我想把它升级成全北美最帅的 M4， 前车改色暗夜紫，对吧？你看这个颜色多帅，后面加个大尾翼，对吧？没问题、啊。再上一套 BBS 多幅轮毂，避震降低，低趴的姿态非常霸气。那哥能不能搞？没问题啊，真能搞，可以啊。兄弟们，咱们2万块钱淘的宝马 M4， 大家期待一下，升级完之后到底有多帅？5万块买了台法拉利。兄弟们，我找到一台所有男人都想拥有的终极座驾，这车当年上路这个数。走，咱们现在去接王哥，陪我看看这车到底能不能瘦。走，王哥收车了，把加温车带齐啊。来了，什么车啊？哎，别管那么多了，今天仔细的挑毛病，我给他，我狠力给他砍。啊，走啊，走。我去，这定位怎么开到田里面了？你这信号都没了，啥地方？你小心点，这看着不太像好人。不管了，先看看，走走走。哇，这房子好漂亮啊！好多鸡的，小鸡炖蘑菇今晚有了。撞！哎呦，撞！我看。Sorry, sir. We come here to look at your car. Sorry about that. I thought you were trying to steal my chickens. Let's go. You want to see the car? All right, follow me, guys. Okay. 这你俩怎么撞衫了？衣服一样。撞衫了。Boss, we be shoot the video. That's okay, right? Yeah, that's fine. Okay. 我去，哎，这什么地方这么大？哇！这车在谷仓里面，不是哥，这行不行？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大哥不会忽悠我们吧 ？Can I open this? Sure, yeah, of course, yeah. 啊，靠，这上面咋还有木板这个？哇，我天哪！哇，法拉利加州多少男人曾经的梦想，是最经典的一款车子。这车真漂亮啊！靠，这咋都碎掉了这？排座架还拿东西勒的。我们看看这个车漆怎么？哇，这个都烂掉了，这个全是泥。哇，有亮点。
我靠，这怎么都是胶布啊？这上面，我靠，它还能晃呢，这车况有点小。看看里面呗，看看里面。Boss, can I have a key? I wanna see, take a look. Yeah, yeah, yeah. 哇，这钥匙也太破了吧，这。我操，这没股马粪味啊！这都不行了，这都。你看这皮，哎呦，都起来了。你确定你要弄这个车吗？这虽然这车况是屎一点，但是这价格便宜，五万块钱，我觉得是发动机如果没事就能搞。那打开看看，行行，看看发动机，看看发动机。哦、oh, ，Thank you。哇。法拉利的大心脏，兄弟们，这个发动机真漂亮，来拍个照片。哎哥，你这 iPhone 13不是打算给粉丝发布福利的吗？没错，也快300万粉丝了。我联合拼多多618数码节特地申请了一批 iPhone 13库存做福利，不搞套路，国行正品，全国联保，数量有限，也是咱的一点小心意。兄弟们，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抢。看看这发动机什么问题？这个电池不是原厂的，这是渗油的。我靠，这螺丝都没了。Guys, this is a Ferrari, my friend. Look at this. I take such good care of this car. It's my baby. Listen, you don't trust me? My wife doesn't even want me to sell it. She doesn't even know I'm doing this.But if you want to try it, go try it. Turn it on and go boom like that. You see? Fuck! Fuck! My baby. 哥，差点给大哥整一呀。Yeah, very nice. All right, you guys wanna buy it or? 哇，这声音还可以啊！这是怎么搞这个？好像有点，灯有点多啊，这个灯就好多钱啊。但是真的便宜，这车外面卖十几万，我们五万块钱买，就算修五万块钱都便宜。两万块钱让他买了，给你指导好。两万块钱。How much is it, boss? $50K, you know. Can you do $20K? $20K? No, freaking guys, it's $50K. Take it. You want $20K? You can buy that one. 他生气了。No. 就给你。这买不买吧？买了。Okay, sir. 50 grand. Make a deal. 50,000? Okay, man. You're not gonna regret it. Your whole life, I promise you, young boy. Okay, boss. So here's the 50 grand. Can you just count it quickly? Okay, man. Good. All right.Hey, well, you want a hand getting out of the barn? Yeah, please. All right, let's go. OK, 五万块买了台法拉利，哈哈。现在我们把这个大宝贝给带回家，来把这个棚打开。我摁着了，它怎么不动啊？我靠，真哑了，这不是坏了吧？这是不会坏了吧？